刚送完迷路的小姐姐，老板女儿说要去我家坐坐。把衣服脱了。哎，你不就上来喝杯水吗？那咖啡都洒身上了，再不洗洗不掉了，快。自己来。你家有冰啤酒吗？开车能喝酒吗？我大不了我住这儿呗。那你别喝了。哎，我逗你玩的，我叫代驾。那。谁呀？你点外卖了？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么晚你来干啥来了？看我带的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你咋还没完事儿呢？我送他回家，然后顺便上来喝杯水。别喝水了，整点酒吧，咱们不行，三个小酌一杯。我开车喝不了酒。没事儿，大不了在这住一晚上呗，是不？整点。过来。怎么，我现在过来的不是时候？没有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这么喝也没啥意思啊，咱们玩点什么？真话大冒险。行啊，咱们直接比大小吧，好吗？家最大，二最小，你先抽，抽一个，抽边上的吧。我也来边上的吧。你最小啊，我选真心话可以吗？那我问了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啊。来，咱继续啊。刚才你说的，这次你先抽吧。就这个。那我抽你旁边的。到你了。你问吧。为什么？刚才是真心话，这次该大冒险了吧？啊，对。行，来吧。你把你闺蜜叫来。